住在伦敦市中心人文荟萃的 Bloomsbury 是什么体验，快来和 Lisa 一起感受一下。伦敦的 Bloomsbury 地区是大英帝国几百年的文学和教育心脏，这里盛产了 Virginia Woolf 等颇具影响力的英语文学大师，也因许多专业学府扎根在此而闻名于世。这里学术氛围浓厚，周边一英里内坐拥伦敦大学学院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、亚非学院等九所知名学府，业界主要出版社和大英图书馆也遍布于此，堪称伦敦中心文化区。Bloomsbury 东临女王线站点 Farringdon， 北接伦敦硅谷 Old Street， 南靠圣保罗大教堂、伦敦金融城，西侧就是国王十字 King's Cross， 周边更有科技城、大学城、中国城环绕。住在这里，你可以肆意探索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、时尚购物和美食。区域内还有许多超市、酒吧、餐厅以及奢华的星级酒店，从顶级的米其林三星到各具地方特色的小食。从邦德街的知名品牌到 Tate Modern 现代美术馆的最新展览，从伦敦市中心高端的设计师品牌到独立精品店，伦敦的 Bloomsbury 从来不会输。步行15分钟就是大英博物馆、伦敦大学学院 UCL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以及伦敦国王学院 KCL， 也均在步行15分钟处。Bloomsbury 周边还是法律精英的聚集地，步行至皇家司法院也仅15分钟。这里的交通更是四通八达，步行10分钟至 Farringdon 地铁站，12分钟至 Russell Square 和 Chancery Lane 地铁站，步行15分钟抵达 King's Cross St. Pancras 国王十字。受益于 Farringdon 车站新开通的 Crossrail 伊丽莎白线，这里将成为首都重要的交通枢纽，为居民提供无与伦比的连接。项目坚持以居民用户为首，提供个性化服务，包括24小时礼宾前台、自行车寄存间、游泳池、桑拿房、健身房、SPA 诊疗室、电影院、空中花园、景观式绿色空间，以保证居民能拥有最佳体验。室内设计和内置设施简约完善，采用柔软精致的调色板和精心制作饰面，现代舒适。内置设施也以高质量工艺、实用性、安全性和投资性结合，温馨之余又增添了现代化。现代简约北欧风格的客厅，舒适温馨的卧室，简洁高品质的浴室，彰显了品质。Lisa 开房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来黑英国上海人，我所关注我。